火速公开婚事又火速举行婚礼仪式的高颜值夫妇Rain和金泰熙又来虐汪。这对羡煞旁人的新婚夫妇自22日出发前往巴厘岛度蜜月，一路牵手搭肩搂腰，广撒狗粮，30的狗粮真是不要太多。今日蜜月结束回到韩国的甜蜜夫妇高清无码图送上，又是一直牵着不放手虐杀单身狗，今年一波又一波的汪粮真是不怕饿。그래서 그래 너였어